要不要把你们那个孙中山弄掉。你抓我干嘛呀？你抓我干嘛？我们是用和平的方式，然后呢先把这一个一场这个应该说委员会占领下来，但是呢王宏威呢却用非常暴力的方式，而且是已经类似失心疯的方式去攻击我们的楚英委员，然后导致楚英的受伤跟流血。那我们绝对要严厉的谴责这样的暴力行为。那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他们不要用偷渡的方式把这一个所谓的罢免的门槛加高，偷渡到这一次的讨论。罢免是人民的权利，不应该用任何奇怪的形式予以加高，这是违反宪法上人民政治参与的权利。